得獎感受呢，我就覺得即係呢個展覽俾咗好多呢個機會我啦，得到咗一啲好多嘅睇法啦，咁見到好多嘅作唔同嘅同學嘅作品啦，咁就令到我感受到自己嘅實力係仲可以再提升一步嘅，即係喺個 Y Show 入面咧，就令到我覺得自己仲有啲不足嘅。而在這本留言簿上面呢，也都有很多同學給我的鼓勵，很多參展的嘉賓給我的不同的意見，令到我認為自己在這個方面是還可以再進步的，而且也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認同，這個是我的得獎的最大感觸、最大感受。 Y Show 這個展覽這個平台呢，那就即這個是我們的畢業作品來的。咁首先呢個作品本來咧就只可以喺我哋學校度，即係可能 show 俾其他同學睇咁樣啦。但如果參與呢個展之後，咁就可以俾到好多各方各界嘅人，俾更多嘅人欣賞到啦。亦都係俾大機構、大企業可以睇到我哋嘅努力啊，或者俾更多唔同地區嘅同學去欣賞到我哋嘅作品。因為呢個展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人嚟一齊聯展咁樣，令到可以將我哋呢個作品推廣開去咁樣啦。就好多明信片啊，發現。本來都好大沓嘅，俾人掃一掃而空咁樣啦。咁就仲有啲人留翻啲 WeChat 俾我哋咁樣，同佢哋可以喺私底下互相溝通、互相交流經驗咁樣咯。亦都有啲人喺我哋啲名片寫翻，叫我哋快啲補充名片，佢哋都想收藏咁樣啦。就呢啲都比較開心嘅。